为救离郎离家园，谁料黄榜中状元，中状元着红袍，茅茶宫花好，好心血，李郎一梦已过往，风流人物今日在何方？从古到今说来话，不过是情而已。你问我怕什么？怕不能遇见你，这世间有点假，可我莫名爱上他。黄粱一梦二十年，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，写过的人假正经，听过的人最唱歌的是不是？先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任伯如啊、哦，今年40岁，现在在北京后海酒吧做一名歌手。其实他的歌声呢、啊，就很像人生一样，对，不是这么完美，可是很真实。你的好是真的辨识度太高，但是你的这个好让我很难做到改变。